穆老板，听暗生气说您请我。对，请你看你在这网站上发的照片，看你干的好事，拍的不错吧？最近点赞的不少，还有很多粉丝关注啊。我让你看这小东西的照片。怎么是他？他是怎么混进去的？现在很多人知道了他的存在，如果有人在我们之前抓到他，要扣你的工资。老板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抓住那个小东西，在所有人之前。还不快去。李仔的照片在网上人气好高啊，可爱果然是宇宙通用的必杀技。李仔好厉害啊。可李仔是外星人，不能出名，会不会是穆老板设下的圈套？不过我和李仔宅在家里就好了。李仔呢？糟了。我果然到了哪里都人气无敌，我要变得更受欢迎。外星人，快看，是我！哥哥，快拍照！谢谢你们！哇！附近出现过，有人看见他飞进去了，快让我们进去吧。我们要看，让我看吧。进去。亚米，对不起。李仔，以后不要再冒冒失失的跑出去了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要更多的朋友。我想到办法了。等了这么久都不出来，快饿死我了。我宣布亚米零食店的吉祥物一仔正式登场。魔术表演是不是很精彩啊？真的太神奇了。真的太精彩了。看不出来是怎么变的。我看见了，是从衣服里掏出来的。衣服里啊，原来网上一直传说的外星人竟然是零食店的吉祥物，还会变神奇的魔术，以后一仔出去就不会被人围观了。多谢你们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问题。我叫什么？说好的偷袭，偷袭。快跑。都是零食。别打！变小。
变大变大变大 Go！ 大 Go 大 Go， 真好玩，多扔几个扔高些，我要挑战连续穿过10个圆圈。这可是我们花大价钱开发的新型武器，万能圈超值试用装，连接组合。这东西好像是由他们语音控制的。有了，他采用了最先进的声纹技术，别以为用手机录音就可以破解。能不能不去凑了？好无聊啊。爸爸出去继续玩跳圈吧。嘿嘿嘿，篓子变大，超级仔前来报道。哦，就知道你会变大，万能圈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地球人真聪明，真好玩，酷卡酷卡！爱生气，赖骨头，语音指令这么复杂，你们能记住吗？废话，当然。爱生气，你敢不敢再喊声变大？变大，变大，变大！万能圈的设计很周到，除非我说解除捆绑，不然。原来你也有犯傻的时候。别愣着，快把他们都抓过去。毒丸子上。变大变小，变大变小。库卡库卡，别再在这兔子身上浪费万能圈，你当是公园里的套圈游戏呀。气泡枪才是对付兔子的利器。可恶，一个都没打中。爱生气，别忘了还有我们，解决麻烦靠的是智慧。库卡库卡，不得了了。停下停下。解除笼子，不对，分解，不对，恢复原状，不对，解散。不得速。哎呀，对不起。爱生气，我去请穆老板来救你。看来你们昨天去抓一仔玩得很开心嘛。既然一仔那么有名，我们也可以让他来代言啊。说得对，顺带还能解决我的味觉问题。那你们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呀，立刻马上。老板，我建议先对一仔进行24小时监控，野战兵赖骨头很适合去做这件事。好主意。反正一仔迟早都是我的。招呼的人类，嗨，一仔，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开心啊！看到这么多一仔，我好像想家了。
事情要做，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发现了老爸电脑上的密码，竟然是我的生日。希望这里有咱们需要的东西。你在找什么？当然是让你回家的方法。真的吗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可可，哎呀，还没有找到。找到了！你这个吃货，我就知道你最后一定会跑到这里来。这可是放在绝密文件夹里的照片。你爸的工作哪样不是绝密？绝密？啊？20年前，曾经有人拍到核桃树王周围围绕着七彩环形浓雾，从雾中走出了神秘外星人。这似乎不可信啊！你忘了，我们面前就站着活生生的外星人，外加外星生物。地球上有其他精灵，太棒了！赶快找到他，一起来开派对吧！天气预报说后天有大雾，我们可以去核桃树林碰碰运气。是时候向老板展示一下我情报工作的专业性了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发现，一仔的变身可能和地球的食物有关。可你之前说他是受到黑洞射线的影响，应该两者都有吧。总之，吃下地球上的某种食物是他变身的前提。所以一仔，你能不能把这些食物一样一样的吃吃看呢？在不用美食射线加工的前提下。超级仔全来了。天哪，居然被发现了。是野猫吗？就是后天，我听的千真万确。以前当兵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雾天，雾中可以隐藏太多东西。老板您太明智了，我们可以提前为那群小朋友准备一场惊喜派对。对呀，我也好久没有参加派对了。我的意思是去设置陷阱啊。你被自己的味道熏晕了吗？我猜你们是在垃圾箱里搞窃听的吧，快去洗干净。是。还有板牙。是。可可，可惜雅米对浓雾过敏不能来了，希望我们三个运气足够好吧。可可，可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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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如果真有通往外星球的通道，我们去美食谷野餐。一仔别乱跑啊，会迷路的。这里怎么会有野兽？我早就想看地球上的野兽长什么样子了。兔丸子，我们走。喂，可可可可，
知道会发生这种事。不会是那两个家伙搞的鬼吧？计划成功，那三个家伙分开了。只要他们不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轻易打败他们。闭嘴干活！两个大人对付两个小孩和一只兔子，还需要用诡计？有什么好骄傲的？那是聪明的科技小子与他邪恶的外星朋友，以及可怕的外星生物帮凶。他们的存在让我没有休息时间。我讨厌工作。吱喳吱喳。嘿嘿嘿嘿。超粘度果冻攻击！那该死的！攻击攻击！超级黏糊糊的果冻攻击！原来地球上会像果冻一样。还好我在百味送子宇宙练就了无敌的躲闪技巧。呀！看起来就不太合适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尝一口呢？不要浪费果冻了，执行新计划。好，抓住了，准备终极陷阱。明白。头顶上有东西。那些家伙的目的应该是一仔，说不定还有其他陷阱。一仔，当心突破了！人家当然要过去看看啦，不过这些屋真的很麻烦，还好有破解的方法。一仔，认真一点。可是你们地球的食物真的不好吃，继续吃，直到找出能让你变身的食物为止。好吧，我吃下无数难吃的食物，才发现了小核桃人的作用。前来报道，我来了！呼呼呼！别过来！啊！一仔，不是叫你不要过来吗？我们成功了，但还没有结束。老板一定会给我加工资。喂喂，我们生产的果冻没有那么难吃吧？就是看不起我们地球人啊！等等等等，快阻止那只兔子！受不了，果冻太多了。我娘我娘，我回来了，一起开派对吧。我一定会帮助你回家的。把这些美食拿回去，可以跟老板交差了。真好吃。算了，午餐时间到。